第五届全国诗论奖于12月14日在台师大中正堂热闹展开，战况十分激烈，每位参赛者的表现都可圈可点。初赛的歌曲会比较弄得比较精简，因为时间比较短，所以我就想说在决赛的时候，因为决赛好像没有限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就加入小提琴的部分。然后说真的，我们好像只有练，我们还加了什么没有？我们在比之前好像只有练一次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这初赛到决赛中间，然后又比过其他比赛，所以那个叫做练，那个也是一种练习。哦，对。而且很高兴，就是刚好诗韵比赛刚好是在所有比赛的比较后期的部分，所以其他比赛都拿来当练习。决赛评审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十分精彩的比赛。今天的独唱自然自唱组第一组一上台，我们就觉得天哪，太强了吧！今天这场比赛都要这么高规格，我们很难评。就后来果然也很难评。身为吉他手的我，想给今天的吉他手们一些小小的意见。其实我常常被问到，那个老师，我每次表演都很紧张，我要怎么样克服紧张感？然后平常我私底下都可以弹得很好，可是我上台都弹得打了很大的折扣。我个人认为，就是你会紧张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练习的次数不够多。